主料：五花肉50克，黄瓜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葱花10克。生抽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先将黄瓜洗净，切片的肉，五花肉切片，葱切短的肉，在锅里倒入少量的油，放入葱花爆香，将五花肉倒入锅里煸炒，倒入生抽，加入少许清水，将五花肉炒熟，放入黄瓜片煸炒片刻，加入盐，搅拌均匀出锅。烹饪技巧：黄瓜一熟，在锅内不宜久炒，煸炒片刻即可出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